消息称，苹果正就开发高端 iPhone 13系列显示屏与京东方接触。 IT 之家10月13日消息，日经新闻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话称，苹果将中国京东方科技有限公司列为新款 iPhone 13的高端显示屏供应商，但目前苹果和京东方均没有回应。知情人士表示，京东方科技于9月底开始为 6.1 英寸的 iPhone 13供应少量 AI 的显示屏，并计划很快增加出货量，正在等待最终审核过程，最快将于本月结束。重点则是屏幕的耐用性，目前正在进行最终测试，但根据早期样本的结果，都通过测试应该没有问题。一名直接了解此事的高管对日经表示，苹果和 BOE 合作的基础是他们之前在 iPhone 12上的项目，苹果和 BOE 都希望尽快达成这一目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京东方是否能为苹果稳定供应仍有待观察，因为这是这家厂商首次为新推出的 iPhone 机型提供 AI 产品。